小朋友好，我是珍珍老师。今天珍珍老师要跟小朋友一起上阅读课，我们一起上课吧。请小朋友拿出这两本课本，波波猫大口袋还有游戏本。在上课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新的课文儿歌吧。现在请小朋友翻开课本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五课。小朋友，你看到这里的果树上有红色的水果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吗？这一种水果它的中文叫做莲雾，莲雾，莲雾长得像一颗颗的小铃铛，很可爱吧？除了红色的莲雾，也有像这样子白色带一点绿的莲雾，虽然它们的品种不一样，但是都很好吃哦。珍珍老师准备了两个影片来跟小朋友介绍莲雾，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Hello， 我是木木，咔咔，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什么呢？嘎嘎，没错，就是莲雾。你吃过莲雾吗？那你知道莲雾是蔬菜还是水果呢？嘎嘎，你知道吗？嘎嘎，没错，莲雾是一种水果哦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。它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嘎嘎，哇，是红色的耶。那么莲雾的形状像什么呢？嘎嘎，你觉得像什么呢？嘎嘎，哦，你觉得像屋顶啊？真的耶，真的很像屋顶耶。你觉得呢？很有趣，对吧？那接下来我们把莲雾从上面切开来看看吧。哦，原来莲雾从上面切开来是长这样子的啊！咔咔，不知道从旁边切开来会不会长一样呢？咔，你觉得一样吗？那我们来切切看吧。咔咔。原来莲雾的里面是长这样子的啊，咔！你有看过莲雾切开来的样子吗？
试了莲雾，请小朋友看我们的课文。这一课它叫做大铃铛，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念。五，大铃铛。大铃铛，这是铃铛。摇不响，摇不响就是它没有办法发出声音，摇不响。老鼠来了，这一只动物就是老鼠。老鼠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就是应该做什么呢？怎么办？大铃铛摇不响，老鼠来了，怎么办？在这一刻，我们已经认识了b u an 以及搬家。不要地板散步，请小朋友在家里也要多多复习哦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功课，请小朋友将游戏本翻开第十页还有第十一页。我们今天的功课比较多，小朋友请你耐心做完。第一题，请看图念一念，把对的词语在括号中画圈，错的打叉。我们来看看要怎么写。第一个，下面有两个答案，对的要打圈，错的要打叉。这一个他写的是糖果，糖果，对不对？要画圈圈还是打叉叉呢？旁边这一个写的是汤锅，汤锅。这张图片它是糖果还是汤锅？记得对的画圈，错的要打叉叉。第二题，蘑菇，蘑菇，抹布，抹布。第三题，投篮，投篮，偷懒，偷懒。我们一起来看下面一题，请看图念一念句子，并在正方形中写出正确的声调。我们要来写声调。
第一个，外婆，婆，爱爬山，爬，婆跟爬都是二声。第二题，妈妈买抹布，抹布，抹三声，布四声。第三题，墨鱼水里游，墨鱼，墨鱼，墨是四声，鱼是二声。小朋友，我们来看旁边这一大题，请画线连成正确的词语和相对应的图案。珍珍老师做一次给小朋友看。第一个，它是山坡，所以我把山跟坡连起来，形成山坡。再来，我要找它的图片，请小朋友也把山坡的图片连起来。接下来，小朋友要自己做咯。第二个，他要连发夹，发夹。第三个是汤匙，汤匙。接下来，小朋友请翻开第十二页、十三页，我们来看第一题，请把有啵和安的糖果圈起来。我们要找这些糖果谁有啵跟安，把它圈起来。第二题，请看一看水瓢，在水桶的正方形中写出缺少的注音符号。第一个，它的注音符号写的是贪，贪。下面这里它只有特，所以是谁不见了，请小朋友帮他写上去。第二题，它是葡，小朋友是哪一个注音不见了呢，要帮忙写上去哦。第三个是榜，一样有一个注音不见了，请小朋友帮忙写上去。旁边这一题，请看图念一念，找出有乌音的词语，并在正方形中贴上星星图案的贴纸。这里我们要使用贴纸，小朋友，请你找到功课的最后一页贴纸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要使用这四张星星的贴纸哦。好，珍珍老师拿到了四张贴纸，
现在小朋友请你找找看，他们谁有乌。第一个乌鸦，它有乌，请给它一张星星贴纸。第二个鹦鹉，鹦鹉它也有乌，得到星星贴纸。第三个蜜蜂，蜜蜂哦哦没有乌。第四个蜈蚣，蜈蚣有乌，请给它星星贴纸。接下来最后一题啦，请沿着句子走一走，念一念，并在正确图案的正方形中画圈。这里有两张图案，我们要看谁才是对的，请跟珍珍老师念念看。草地上有三只斑马，草地上有三只斑马，是哪一张图片呢？请小朋友帮我画圈圈。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的功课就完成啦。今天的功课比较多，辛苦小朋友了，我们一起来做护眼操，让眼睛休息一下。 Hello 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帮眼睛按摩吧。伸出你的大拇指，比个赞，把你的大拇指反过来，闭上眼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二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放在鼻子旁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三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四个动作，伸出食指弯勾勾，放在眉毛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五个动作，一样伸出食指，在头的旁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我们再来做一次。第一个动作，伸出你的大拇指，比个赞，把你的大拇指反
反过来，闭上眼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二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放在鼻子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三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四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弯勾勾，放在眉毛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五个动作，一样伸出食指，在头的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谢谢小朋友，要记得让眼睛多休息，保护你的眼睛哦。拜拜，今天的课上完咯，谢谢小朋友，祝小朋友有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